个啥用的？哎，哇，五五神剑，擦了这是。你只要扫对面的五号虫，把五号虫只要扫了，大量只要扫五号虫。地府开眼吧，眼开了啊！武装把血盾补了。不是我五神剑，你知道吧？我一千两百三，我一千两百二十七的速度肯定比你慢。我怕没地听快，你知道吧？我听你说的也是，你别你地府花了，我也花呀！我操，万一真没你快，我难受啊！我操。四八一斧头对面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一三速很稳，没十个，好。它这是个配速吗？有皮弹啊？是个配速，确实是个配速，可以第一手连破舒服。没有点，没有点第一手连破避开了。我们大堂比普通快，你看到没有？可以了。不会真打不死吧？我操！武装把盘丝套了，好吧，把盘丝套了。武装把盘丝套了。地府的话，你上个塔，宝宝自己开吧。打几？三号宝宝吧，三号宝宝有金刚。打三号吧，行，打三号，打三号，你扫三号吧，三号扫了。哇，他这个皮蛋，我操，头晕我。比赛服不能使用这法宝，什么意思啊？混元伞不能用，我塔也不能用啊。他武装也没动，他武装也没动，他武装也没动，他也是他有 bug， 他有 bug， 有 bug， 有 bug。不能用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法宝什么意思啊？他武装也没动，他武装那塔也罚站。看到了，不能用法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不亏死啊？他咒师我们不亏完了？我操！我操！巧了，这是你武装套子套普陀吧？普陀套了 ，OK， 我罗汉罗了。宝宝清几？快说！宝宝清二号吧，清二号，清二号。你活点人先把人先攒攒了。明明，我粘到武装了，我粘到武装了。你可以地府没事抓的武装，我武装拿一二四可以。巧了，这他妈的法宝不能用。抓武装，抓武装，嗯，地府先，我拧了武装，可以抓武装速度能抓到。起个眼先吧，抗一下封印好吧，法慢慢来吧。嗯，也可以。我把大堂直接舍了行了，我直接舍大堂行了。死了吧，估计。死不了，还有血灯。有盾的盘丝快吗？我没点盘丝快，你有速度啊，你控他就行了呀。飞了，我去附魔王，我去附魔王。你武装的话，你有什么？你套子套盾的盘子，盘子套了。宝宝清五吧，五号快死了，把五号劈死呗。可以可以，套盘子，盘子套了。他五号宝宝不是舍了一万多血的吗？怎么会死啊？那我 没事，下波继续扫他，就劈五就行了，无所谓，能劈就行了。对面的武装又没动。这个 bug 有问题，有点严重啊！法宝不能使用，不能用法宝。对对对，他这样的话，他也没怒，我们也没怒，都一样的，大家都一样。过去活就好了，死不了。我操！可能死两个善恶也不好说。你多少血还有大堂？死了呀，大堂。谢谢。还多少？死了。地府是比你快的是吧？你地府还阳体，还阳地府比我快，还阳体上了。对，还阳体的活。那我平砍了。武装的话，套子套普陀吧，普陀号了。你平砍砍五号吧，五号砍了。你平砍把它吃出来，把它吃出来，大唐宝把它吃出来。我们野兽没有补，他控的是我们野兽，我他妈忘了。
你女儿在没野兽吗？有野兽，有野兽，不就好了呀？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回春。没事，你吃出来，那边很难受的。他们没什么，他们就会出手的。他们那个女儿，他们那个咒师补德没什么就会出手的，那个速度。大宝都不能用他们的全站着了。对。慢。罗汉不能断啊，虎哥，罗汉不能断啊。这我们也挪不起来啊。武装应该够，对，我们也能。罗汉一定不能断，我们死了，舒服。你大堂自己给自己顶个大金，好吧？这很少少出去，武装挪了。你地府要不要寡运的寡大堂，防止大堂被禁疗，好吧？寡运的寡一下吧，我不野兽了，把二号包扫了，扫二号。那寡吧，那你寡吧。我没看地府没他快啊，其实这样是我们赚呀，因为我们有速度，他不能骑塔，他只能罚站啊。对，他只能罚站。对呀，这样是我们赚呀，其实是。他武装又干嘛了呢？动了啊，法宝不能用啊，动不了啊。他总干，他总要干点什么事情吧？那什么都干不了。你管，我们玩自己的，他干啥？我要笑死。哎，一号伤害很高。一号有金刚。你活有继续活大了吗？大人活了。地府的话，读点血吧，读点血。武装套子套盘是吧？盘是套了。宝宝锤一号，我打一号，锤一。打一了。他武装也没开出来，是干什么意思啊？我看到我这上过什么操作？他第五回合立的血灯，我看他上过什么操作？他们都动不了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动不了。他武装速度不够了。他进了，我有大，我可以接下波的。我也有大。大唐先把金放了吧。大唐死了，那个人。大唐放不了。黄杨树继续拉，拉起来活就活了吧。嗯。拉起来活了，给自己顶个大金，扫一号损吧，一号损都扫了。OK， 五段套盘是不是盘是套了？大唐给自己顶个大金了啊，活就活了，把一号把扫了。地府的宝宝给我留声顶一个。武装宝宝自己给自己顶一个，顶点血。水了一把，第一把水太好了。然后血量不够啊，靠了。够吧，我人心差不多，顶个大金够走的。走，站着。只要有上气，没上气的话可。我够金星，我够罗汉，我够罗汉。黄杨树拉的太多了，我擦了。我得先罗汉，你要平砍吧起来啊，先起来砍吧。嗯，我先平砍吧。武装的话套组套，武装套组套，把对面的盘石套了。OK， 你化身罗。地府黄杨树拉起来砍一号，把一号把我砍了。你自己出，我把你吃出来。我给你吃出来吧。那你吃出来，我打一了，你吃出来，我自己顶血了。不吃了，
吃出来愤怒根本加不了愤怒的呀。对，你吃出来，你吃出来，我都已经血了。啊好。八号新出的宝宝要注意点。完了，我这好像吃不出来了。你好像没了。好像是没了，我操！不是大藤，大藤不是大藤是吗？我没大藤吃。大藤没伤药了，就一个。我们看宝宝配合吧，好吧，看宝宝神佑。哎，你地府拉起来再活就活，我有个毛线毛病呢，还需要看毛线宝宝配合。你的武装套盘丝，武装套盘丝，好吧，武装套盘丝。大人地府再拉起来活就活我，好吧，大人先不拉了，咱毕了，我把二号干了。我操！三把没，大唐宝宝顶血了没啊？要顶血啊！我拉了，给他血，挺惨的。妈了，五段快死了，你还在平砍？他可以压你尸体，你知道吗？坏了，我好像死了。杀我花生四把，杀地府。你起来喝酒了吗？喝了。喝着。你直接死吧，感觉他家。哎，你大唐不拉起来多好的，这是啊，我吃完行血就好了。大唐一定，大唐一定死，大唐一定死，他十二肯定压大唐啊。看看。啊，可以，那我这吃完行了，你给我活就活了就好。血量不会死吧？两千四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你血灯可以，血灯，你不能血灯，你套盾的，你套不了武装。你血灯吧，行，血灯，血灯。或许给我活了啊，或许给我活了。地府的话，你上塔吧哈，地府上不了哈。地府人给我吃个伤药好吧，人给我吃个伤药，宝宝自己给自己开了，快点，给我把紧箍咒解了。他进着你这回合，这回合你应该是死了。他太多，他太多操作空间了，这回合。哎呀，我操了！吃五龙就好，吃五龙也不行。哎，我紧箍咒是不是顶掉了？我紧箍咒掉了，我紧箍咒被顶掉了。对，你紧箍咒被顶掉了。没事，我拉下继续喝就好。酒带多吧？三个，三个嘛，那不多少了。因为不多带点酒，三个太少了。你可能不会死吧？感觉，我感觉你可能死不了啊。神佑了，还真没死。关键是我不能上盾了，这他妹的。武装的愤怒够不够清风望月啊？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地府、啊。不过地府人开吧，武装给我起天地，好吧，给我天地挂了。那我灵元了。你灵元，灵元怼手，灵元怼。大唐给自己顶血，把血量顶上。地府有没有罗啊？罗了。宝宝打四啊，宝宝打四啊。我没大金了，吃完了，大金吃完了。大唐死了，操了，了不到大唐，了不到大唐，秒了他。不够罗吗，地府啊？我哪有数啊，哥，我被叫了呀。
哎，没爆。化身封印开了没啊？没开啊，我没开，我没开。我开封印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来不及了。我快清风了。你武装没必要清风，要不然地府人开我活你。地府毒吧，地府毒，地府毒。但我没事做呀，我就什么都操作不了啊。地府毒这么地，地府毒的话，你武装开化身嘛，武装开化身，化身给我活一口。大行去很少把这边的四号包扫了，给自己纳吉把四号包扫了，快点！我 P 一号了，我 P 一号了。我打了二号。顶血顶血啊！注意血量，大量血量够很少不？你个纳金不会不够吧？我操！好像真不够。注意看一下啊、哦！你发宝为什么就甩了呀？有个瘴气裂开了，我铃铛甩了甩了。好像可以用法宝了吗？你丢个铃铛把我丢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瘴气，我操，不够。咱们平砍吧，先把这个上给他清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操。你最好是善宝，你要是恶宝，你死了。地府可以听，可以罗了。罗。拿起来平砍一刀吧，我活你一口继续。行，你继续给我李若霜活一口。我上个盾试一试，妈是不是能用了？当自己拉，当自己拉，当自己拉。这大刀还在死，这会说。不过先拉起来，我先把我砍，先把那个山恶砍死再说。哎，混元伞能用了，法宝效果的减了，可以用了，法宝能用了。就是第一回合卡了 bug 是吧？对，前面卡了 bug， 可以用了，可以用了，法宝能用了。我操！他们也发现了，你丢个铃铛把他们丢明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两他漫天，我们几次建议啊！我操，四层。哇，这个宝宝血这么多吗？那不很正常。那行，这样你死不了了。有宝打没宝打你吗？地府还原术再拉大堂好吧，活去活大堂吧，大堂活了，大堂去，大堂去平砍吧，好吧，砍五号，把五号砍了吧。宝宝给我顶个血啊！宝宝给我顶个血、啊，要死了。地府的宝宝顶，地府的宝宝顶。地府人没事多啊、地府怎么拉人的？只要血量健康了，好吧，多读一读啊。把血量读起来，读一读。二号宝，血二宝。血量真不够。再平砍，再平砍，不能扫，不能扫，先平砍。我们他妈两套漫天的，这都出两套漫天的都。我操！什么虚弥啊！你大人还几个大金呢？大行，还两个，还两个。地府拉下来扫吧，把这边的四号包扫了。四号包一定是四号包，一定是公包包。二号包不是，只有四号包是。不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只能零元，我只能零元。你拉下来我只能零元，拉下来零元，零元的话，那我给你吃个伤药，给你解了，好吧？那你大人你把盾上一个，好吧？你上个盾吧。你要还原拉我就零元，零元那零元零元，你自己给自己吃蓝。武装的话给天地，继续给我天地，天地挂起。只有四号包是公宝宝，只有四号包公宝宝。对，小心四号，二号是那个什么的，小心四号就行了。对，小心四号就够了。你宝宝能敲四号，把四号敲了。
武装快被毒死了，我靠了！我留言了，我留言了，没事。这个是四号，看四号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高速的。当瘴气有这么久吗？没有，他三回合的瘴气吧。我操，武装真有点担心了，我。八。得先火大堂把一号把扫了，好吧？扫一号，把一号把扫掉。你武装自己拉起来不行的。我宝宝慢，我没伤药了，关键是。我也没伤药了，我宝宝拉点是可以。你宝宝拉，武装自己吃伤药好吧？自己伤药吃一个试一试，看能不能站得住。OK。换着宝拉。你起来先把你换什么吧？你自己给自己吃伤药，你套着套，只能套对面武装吧，武装套了。哎呀，对面会禁疗，我操！他换成这把大，瘴气，我操，很少，好像出不来吧，他妈的！应该是出不来。我感觉不够扫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，这血量太高了，大堂，我可能不够扫，也不好说。爆一下吧。有雨天，不好说。够了够了，刚好够了，他顶了个大金。嗯，够了就够。又是三。这一号吧是个善恶。哇操，大堂站不住啊。哎，小事还没伤药呀，没伤药吗？两只善恶，这有点要命了。你地府拉吧，好吧，地府拉武装吧，死不掉，怎么可能？他死不掉，他吃了那个千年。我吃大伤药，千年。啊，那活血活吧，好吧，把武装活血活了 ，OK， 把武装活血活了，大堂死就死吧 ，OK， 地府毒，毒的毒。你武装套盘是不盘子套了？我要个大金啊，有大金不？我给你来，我给你来。但是我这把好像他妈有点要命了，我这波。宝宝只能打一，哎，操，他一号神了，你知道吧？善恶又来了，我操！是啊，他一号神了，妈的，好烦。他一号不神还行。还行还行还行，这波下的还行。我操，封了个九，我日了！地府没了呀！看我这波站不站得住吧，站住我这行里面起来，奋斗够了，两个善爆就行了，我的哥，一个恶霸应该拍不死，两个恶霸肯定是没了。哎呦我操了，而且我还拉不起来啊，对面两个都是龟速啊，我靠，对面两个都是龟速啊，我自己拉起来，我自己拉起来，你盘冰雪没用，我自己拉起来喝赌对面散爆吧。你地府拉大行啊，扫一号吧，一号扫了，快点，地府拉大行扫一号。我平砍了，也瘴气扫不出来的。我操！我不敢拉，我不敢，我这不先不拉，先不拉，把他上个先清了。我操！不拉，不拉，不拉，拉不得，拉不得！别拉我，别拉我，拉我的起来，我酒没了，完蛋了！我操了！他这宝宝质量太高了，这宝宝质量，你知道吧？他神一只我们要崩，你知道吧？他神一只就要崩，我操！我操！天哪！这两只上还主要压我尸体，他妈的！
对呀、啊，他质量太高，这山河你，妈的宝宝打宝宝都秒死，自己说我操，哎呀，那个龟速谁带的？是谁放、啊？谁带的龟速、啊？都有。你盘是你地府在换的吧？地府死了吗？我在不在是个问题，我看一下。你不在了。啊，你在，你在的话，你换了。化身也没了。化身死定了，化身的话用五号宝宝开了，好吧，封印开了啊，把封印一定要解掉，死就死，封印一定要开了，拉归宿。化身不会直接死了吧？不会，应该有两三千的。不好说，我可能会直接死，直接死就拉倒，好吧。你得开我，你得开我，那你也得开我，直接死也得开我。对呀、啊，直接死也得开，一定要开。我2300血啊，我操，你不好说这种。不管怎么地，这隐身猫不可能能死了。哎，没舔，我日了个 DJ， 宝宝死光。来吧，龟速拉我，把我拉了。大唐把最大姐把金灵砍了吧？对，可以了。大唐有九转吗？大唐拉自己啊，金灵砍了呀。他这波确实不会哈，他可能下波哈的。大唐拉自己把金灵砍了，真的。他那个普陀压我斯可能。你宝宝慢，不，他宝宝不，他宝宝普陀慢，拉倒了，那起不来了。你知道吧？普陀流云过了不一定、啊。这个带感知吗？有可能。他没刷，那说明是不是没死啊？肯定是没死。哦，那个谁没死？那应该那个什么五号没死。差，拉达。没了，顶不住。没了。他主要是他妈的扫宝宝都扫不死，你知道吧？我都懵了，我操！大唐加四个宝宝跟死一个宝宝，我操！那是神了。不是一号宝宝，他五号宝宝啊！他妈的扫了三刀加四个宝宝跟，我操，没死，我操，就是。很他妈不顺，我操！厉害，打不了呀，我操，这打不了呀，就是打不了，我操，他这魔王秒是真疼，这魔王秒的。我出去一下，我3:30明天回来。好，是3:30哦，是3:30。这开始不能用法宝很好玩，我觉得不能用就能用法宝的不好玩。啊，大爷了。